日前，有近70年历史的广州传统元宵灯会在文化公园正式亮灯，营造沉浸式的节日场景，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。在广州文化公园正门，瑞士迎宾灯组对南派醒狮和梅花桩技艺进行抽象化创作。一对狮子由近1200个规格不一的钢圈拼接组成，通过传统技艺与科学算法相结合，采用流动数控灯光，可以变换出各种色彩，展现出双狮戏绣球的简洁意境。灯会还大量布置以花果等传统元素为主题的灯组，寓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、顺心如意。广州文化公园元宵灯会从2月1号亮灯，将持续到元宵节。20组主题花灯融入花卉造景，春花灯彩共生辉，将喜庆气氛推向高潮。我们这边的元宵灯会呢，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花和灯的结合，以灯入花，以花衬灯，两者共生辉，所以它营造出一种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的一个唯美的意境。